还有一个小小的学习单，那就是我们希望各位除了来到台江国家公园，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可以闻到、可以吃到之外，还希望各位能够带一点知性的东西回家。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学习单，也希望大家能够把经由解说员所跟各位介绍的一些简单的关于我们环境、关于我们台江的生态各方面的知识，能够把它写下来。 带回去，然后也是在整个纪念护照当做大家未来回味。你将最美丽的同仁，来帮我们献上我们的文创商品。好了，叫神秘感，来，我们现场朋友一起倒数哦，三、二、一，请揭晓。设计制作的文创商品。 一个在碗盘煮的部分，做了一个斜口碗，非常别致的一个斜口的碗。那当初我们在考虑这个碗到底是要长得很普通、很平常，大家吃饭的碗，还是一个造型，像一个斜口的造型。那我们主要考虑是说，这个斜口的造型，当然你可以把它拿来当饭碗，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功用，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如果养个小植物，那也是一个很别致的花瓶。 甚至你也可以在这里放一点水，养几条小金鱼，想那也是一个非常切用的事情。当地最著名的红树林的意象，还有我们的鱼筏、招潮蟹，还有我们这鸟类等等，我们把台江的特色的物种自然资源都表现在这个碗上，也特别花了心思哈。大家觉得这个筷子长得像什么样子？像什么？等一下大家也会去看到。像红树林的胎生苗，我们就是取红树林胎生苗的模样。 制作了这样一款的这个，另外在其他的部分，我们把叉子跟汤匙呢做了一个结合，然后取的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头啊，我们黑面琵鹭的头，它的很酷哦，它的头是它的羽毛是直立的哈。那这是黑皮水，我们一千五百位的签，前十分之一的，今天150名朋友可以优先就把我们这商品带回家。 哇，大家最幸运的，所以今天呢，在参与我们导览活动的要特别认真哦。来，等于秋风冻僵了哈，来，被挡住了，来，我们一起来喊一个口号：最爱台江过生活，赞啦，好不好？来，我们的右手伸出来哦，来，我们一起来哦，最爱台江过生活，赞啦！ 共有150位幸运的朋友哦，可以成为我们的首发团。黑皮，我们轮回两边哦。来，这真的是历史性的一刻，还有我们的永红号，来，我们也帮忙。